好，那咱们来口口福看一下本次的暑期传奇武器的碎片兑换有哪些东西啊。三千六的话还是老样子啊，特点加传奇加名片。三千二的话是名片加这个叫什么加传奇武器啊，然后同时的话还有个三千二的这个传奇武器礼盒，这次的话加了魔神开天啊，但是有没有加那个叫什么加那个恶魔雷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咱们看不到口口文啊。然后下面的话是这个叫什么2800这个站位的啊，暗雷兽、光轮、异刃、天驱晴空、神符剑。2500这档的话是有这个翅膀啊，绑定一个荣誉，加些什么怀旧装饰、怀旧武器箱啊，还什么皮肤啥的啊。哦对，顺便说一下，这次口口服1290这个档位啊，就是你做任务可以纯白嫖的这个档位啊，是他妈有闪电野牛的兄弟们啊。咱们路易夫的院种啊，去年他妈花多少钱抽那个 B 箱子对吧啊，在口口服他妈直接可以直接白嫖好吧。哎，1290白嫖这个野牛。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什么狗神啊、魔法刀对吧，什么钉钉锤这种白嫖武器、啊、还有什么沙尘武器箱啊，这些如果你没搞的话你可以兑换一下啊。但是我就明确告诉你们兄弟们啊，我们的路易服自有行情在啊，是绝对不可能送野牛的。如果送了的话啊，那路易的妈真的该死，他辈子老战友咱们都不收了啊。如果人人都是野牛大神，那么这个游戏将玩不了一点，所以你们的话就不用指望了啊。好，那咱们就废话少说啊，进入今天的主题，先来玩下本次这个暑期特点武器啊。特点武器的话是一把尖端啊，然后它这个右键是一个特殊攻击啊，它会自动充能，然后打过去的话会发生一个爆炸啊，然后是不吃六的啊，不吃六的，哎，它这个右键话是不吃六啊，左键话吃六。然后这把武器的话，它有一个连锁的机制啊，连锁的机制，哎，就是炸之后的话，僵尸啊会被那个叫什么，会被直接标记啊，就那个影子攻击是一样的啊，但是的话现在这个僵尸太脆了啊，都他妈直接被炸死了，所以这个标记不了啊。能不能等僵尸多一点之后再炸，看能不能标记一波？哎，他妈又没标记成功，那个是操了就。哎，或者咱们先玩那啥吧，咱们先玩那个，先玩传奇刀吧啊，传奇刀吧。这个待会儿呢，咱们有机会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因为他妈现在这个僵尸太脆了，我就直接炸死了，就没办法连起来啊，没办法连起来。我们去拆个箱子啊，拆个箱子啊。我们先来玩一下这个本次的暑期传奇武器啊，这个叫什么万军神威啊，哎，卡威啊。那么这把刀的话，相较于上次发布会的演示的时候啊，是没有，好像是没有做加强啊。哎，我们说它这攻击模式啊，它的话分为左键是普通这个平移攻击啊，平移攻击，哎，有这个减速的效果。然后右键的话，长按蓄力啊，会出现一个立场光圈啊。它这个立场的话是吃六的啊，哎，然后它这个 R2 键啊，是把这个长矛给投掷出去，每次的话消耗25个能量的同时啊，可以获得1.5秒的无敌时间啊，啊，非常的有操作性啊。那么它的这个特殊攻击啊，是这个召唤龙卷风啊，龙卷风摧毁停车场。释放的方式的话是左右键同时按下，并且消耗50能量啊，看到没有？哎，这个是原地的龙卷风啊，可以把僵尸给逮住啊，就类似于这个吕布大回旋啊，对吧？僵尸的话是无法靠近你的啊。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不吃六的，还是不吃六的啊，非常牛逼啊。所以这把武器的话，感觉是上次的话可能是他们操作可能是有问题嘛啊，或者是那个黄金僵尸有抗性啊，我觉得还是挺强的这把武器啊，还是挺强的啊。然后他这个另外一个龙卷风攻击的话是按住右键需要蓄力啊，需要蓄力，然后释放的同时他不消耗能量，并且会获得2秒的无敌啊，但是需要蓄力啊，需要蓄力。然后他这个左键的话是带减速啊，带减速。它这个立场的话是只有定身效果，就定身效果是不带减速的，所以一定要小心啊。如果它交过 F1 啊，或者有坚挺或者E卡的话，是可以走你脸上来的。那么它的另一个龙卷风攻击啊，是把这个风暴给打出去啊，像这样的啊。释放方式的话是长按右键蓄力，然后差不多持续一个4秒到5秒左右吧啊，就可以释放了啊。然后它这个的话是就等于那个双斧砸地了嘛啊，是不消耗能量的啊，不消耗能量的，哎、啊，看没有，是不消耗能量的啊，并且可以获得2秒的无敌。只是这个释放条件啊，比吕布来说要墨迹一点点啊，对吧？双斧砸地的话，只要左键右键护一下就可以直接砸地啊，就带无敌了。所以这把武器的话，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距离啊，控制好距离啊。这把武器还是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啊，啊，可玩性是很高的啊。而且兄弟们啊，暑期的传奇武器，我的建议是一定要搞啊，保质期至少3年起步，对吧？年上的话可能是1年一换，但暑期传奇武器至少是3年起步，好吧？
金的话出近战啊，明天的话肯定要出雷啊，天使话明天就淘汰了。那咱们再看一下对方啊，他可以同时存在多个龙卷风罩，我操啊！龙卷风摧毁停车场，太爽了，我的朋友，对吧？哦，对啊，忘了说啊，他这个 R 键这个长矛投掷啊是有多段伤害的，直击命中是一段伤害，然后他那个圣光爆炸又是一段伤害啊，他后面这个圣光标记啊，一共有四五段伤害，看到没有啊？标记啊，标记。所以这把武器我觉得还是算可以了，算可以了啊，对吧？算可以了啊。抽吧，肯定是要抽的啊，不抽的话这怎么混得下去呢？甚至到了后年啊，它的 EX 版本我都想好啊，我们加这个充能的速度和充能的上限啊，让加点伤害啊，让换个皮再骗可以不？哎，所以说兄弟们啊，这种传奇武器啊还是太夸张了一点啊，对吧？龙卷风摧毁停车场啊，龙卷风的话是减速啊，是减速啊，哎，这个不用想的，看到没有？哎，它分为这个大龙卷风和这个小龙卷风啊。大龙卷风的话需要消耗50能量啊，小龙卷风的话可以直接打出去啊，但是需要蓄力啊，需要蓄力。那么现在的话，我想问兄弟们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你要打生化 Z 啊，你现在36级了啊，然后你刚好有个四级 F 啊，请问你们是会起龙神还是会起这把新刀呢？啊，对吧？我们做个投票来看一下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起龙神啊。这把刀的话固然很牛逼啊，但是它这个保命能力其实不太行，知道吧？不太行啊。这样的话可以走你脸上的啊，可以走你脸上的。所以龙神目前来看的话啊，还是今年的 T 零级别的扛把子传奇武器啊。啊，当然对吧？明年的蛇神啊，肯定要超越龙神啊，这是肯定毋庸置疑的。但是话，如果我只能起一把传奇武器的话，我还是会起这个龙神啊。刀的话，只能说是对吧？强还肯定还是强的啊。只是的话，就相比龙神这种药性的爆发力和保命能力来说，还是差点意思啊，对吧？他带无敌，带减速。可以把僵尸给打飞，但是的话僵尸还是会把你给围住啊，还是会把你给围住。那他这个冲刺速度的话其实也不慢了啊，只是就是消耗比较快，对吧？哎，因为他有多个方式可以消耗啊，投掷可以消耗，然后那个大龙卷风的话也可以消耗啊，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攻击的距离啊。然后这个武器的弱点就是啊，和吕布仲裁都是一样的，只要被恶魔震天啊，无论是被震的是主武器还是副武器，只要被震天，能量立马清零啊，要从头开始累积，就是这把武器的一个弊端所在啊。然后他这个，操他妈，差点被抠死，真是牛逼啊啊！他这个龙卷风的释放速度的话，感觉不如吕布大火拳释放的快啊，也不如跳臂释放的快啊，所以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小心，一旦被围住啊，就很容易暴毙啊。所以这把武器的话，还是需要吃那么一点点操作的啊，但是不多啊，但是不多。这把是 108K 杀敌的 MVP as usual。 那咱们再来演示一下本次这个特点武器啊，对吧？哎，我们都知道这个鼠级的特点武器啊，一直是被人诟病比较严重的啊，像什么湖光回旋刃啊、鲨鱼，还有之前出的那些什么霰弹炮都没什么人玩啊。但是你们这次这个尖端啊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本身的话跟那个影子连锁是一个道理啊。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啊。哎，咱们找个哎，咱们去三楼吧，咱们去三楼啊。三楼的话可是个打副的好地方呢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龙卷风追尾停车场。好，咱们飞这个三楼啊。那么这把武器啊，它分为这个左右两边这个能量条啊。左边这的话会自动充能啊。右边的话是被炸之后啊，会产生一个标记的效果。哎，现在好脆啊！好，咱们来给你们看一下啊。好，这时候咱们按右键啊，咱们按右键，看到没有？按右键，一键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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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无限连啊，无限连，非常牛逼啊！看到没有？它这右边有这个条子啊，你可以一键连，一直连啊。如果僵尸被炸完的话，那就连不了，就等下波充能啊，非常牛逼啊！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啊，来，一剑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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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他妈，这他妈连的比特警局还要爽，真的是牛逼啊，兄弟们，我操，对吧？一剑连，啊，妈炸完了，我操！所以这次这个阶段的话，感觉还是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你们可以理解为对吧？蜀神的 EX 版本啊，哎他妈又炸完，真的是操了就。咱们的
等级是多点之后才好连招。那咱们来玩一下这个神威啊，神威。哇，龙卷风，哇，打的可以打到下面的嘛，牛逼啊！好，咱们来一剪连，一剪连，咱们又炸完，真的是操了就。所以这把武器啊，它这个机制啊，还是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再来啊，哎，你妈的，真是一他妈炸歪了。克波 BB 啊，龙卷风摧毁停车场，我操！爽啊，兄弟们！猛猛戳，猛猛戳，继续戳，先他妈戳死！这把是124K。所以这次暑期的特点武器啊，终于还是站起来的地方啊，那终于不再是垃圾了啊，垃圾了，对吧？咱们还是老地方，老地方。哎呀，连到死啊！好，来兄弟们，来一剪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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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剪，哈哈哈哈！我操，太他妈好玩了！什么一直炸啊，一直炸！我操，无限连炸吧啊！就要僵尸够多对吧？就要僵尸够多，可以无限连啊，无限连！你看，我操，我操，离谱啊！连完了，我操，炸完了啊！太他妈好玩，真的是啊！再来，再来，等一下，一剪连，一剪连，一剪连，你妈又连完了，操的去！就他这个连锁方式的话，是要炸到僵尸，知道吧？如果僵尸也不是炸完啊，如果离得太远的话，就连不起来，就要重新充能啊。你看对吧？来无限连，无限连啊！哎，僵尸话被炸完了，说是太远的话就没炸到啊。他这个连锁的爆炸判定啊，感觉是没有这个影子范围大的啊。然后炸武器伤害是够的，但和这个暗影系的话是有本质区别的。影子的话，对吧？哪怕你点的是助攻啊，它有影子出现啊。但这把武器啊不一样啊，就右键啊炸完，如果僵尸离得太远，或者是会被清干净的话，就不能再连啊，就得重新啊，对吧？它可以一直炸，一直炸 ，you get me， you get me， you get me， 没了。所以这把尖端的话，兄弟们还是很有意思的，还很有意思。像一些对吧，像一些这种像玫瑰庄园啊，对吧？像玫瑰那种图啊，那玫瑰的话在卧室感觉你也玩不了这把武器。所以这把武器该怎么玩的话，就需要你们好好的去摸索一番了呢。然后它这个圣光标记啊，伤害也不低的啊，也不低的。它这个龙卷风摧毁停车场啊，来再来连一次，又点没，又点没，又点没。感觉这边好连一点，我们来这边连。来等一下，准备来，又给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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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给哎，连完了。再来一波龙卷风摧毁停车场，装逼啊！让你他妈飞起来！来，又给没。所以本次的暑期传奇武器，它的特点武器啊，大家是比较有意思的。